各位现场的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小朋友，一圈哥哥在这边打招呼。嗨。耶、yeah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这边一圈，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小朋友说声打气加油的话吗？首先要谢谢富邦长期赞助这个比赛，是，也对台湾的棒球，然后这么的支持。是。那小朋友们这五天的球赛就好好尽情的去享受，然后把你们最好的热情，然后最好的活力，还有最好的实力都拿出来。那希望今年可以拿到冠军，好好的。有一个开心的年假，这样。好，好，这个其实祝福非常的不错，希望小朋友在这五天一定要好好加油哦。好。